大家好，这里是飞翔房车俱乐部，我是花花。今天啊，我们来玩一点不一样的游戏，飞翔房车寻宝大作战。宝藏呢，就藏在我们身后的这一台车里，您找到什么，什么就属于你，开不开心，激不激动？那我们的小伙伴们呀，已经跃跃欲试了。那不要着急，听我来宣布一下游戏规则。第一条，我们一眼看见的东西不算，比如说桌子上的杯子以及床上的垫子。第二条呢，找到什么什么就属于你。第三条啊，我们的寻宝时间是2分钟。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第一位寻宝者飞翔小玲玲。采访一下，你对今天的收获满意吗？不满意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们肯定还有好东西，有好多柜子根本都打不开。从刚才第一位的寻宝者那里啊，我们得到了一个很重要的情报，里面呢有很多的柜子打不开，这就给我们的第二位寻宝者提供了很好的机会哦。那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第二位寻宝者飞翔220。经过我们第二位寻宝者飞翔220的寻找啊，发现他对我们这个车的结构非常的熟悉。经过他的扫荡呢，车内的宝藏基本上全部清空了。那我们的第三位寻宝者还能找到其他地方的宝藏吗？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第三位寻宝者登场。And take it down to booty bar. And get all my smoke and drink.And then take home and fuck a freak. Ask in my car. And take it down to booty bar. Then get all my smoke and drink. And then take home and fuck a freak.刚才的这个寻宝游戏是不是既惊喜又意外呢？那我们通过这个寻宝游戏啊，看到了这个车具有强大的储物功能。那我们为什么要强调它的储物功能呢？这是因为呀，有很多车友在选择入手一台房车的时候，很容易忽略掉这一点，根本没有想到在后期使用当中啊，会增加多少设备，又会携带多少的行李。所以呢，在后期使用的时候，将我们好好的一辆房车呀，就变成了移动的杂货铺。以至于让有一些车友一气之下选择直接要换车。飞翔房车在此友情提醒大家，在选择一台房车的时候，先设想一下您的使用场景，再仔细甄别一下它的储物空间是否够用，再来体会一下它的坐卧以及用具是否舒适。那祝您早日找到心仪的房车，延续您的美好生活。我们的本期视频啊，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